왜 왔어? 네? 넌 여기서 매치 띵류래. 어유 너무 那个好，我现在不能干了，你还吃不消？投缘教练，综艺演戏，侬样样侪吃过的。那不要再吃了，再吃了，阿拉徐指导要打电话给我了，我本已经搞到了头，实际上我还是一个退休。其他么，侪是上司想，不管哪能，足球总归是我全部呀。从小踢到大，我已经不管了。女的嘞，男的嘞，总归是要来三个，否则哪能对得起哪位大将军的称号？ 球场高头是个动脑筋的嘛，眼光溜溜，耳听八方，侬要有实力，才能控制得牢球场。啊，勿好跟侬多讲了，再拨侬讲，打跑脱了要打跑脱了，开始不来塞了。走，这个叫啥么子？这个叫枪调。记住，这叫气场全开。